呢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经典小游戏，从小陪我们长大的一些小游戏啦。嗯，我们先聊一下好了，从小陪我们长大的游戏是什么？仙剑。哦，仙剑。那你们算小游戏了，不是大游戏。哦，小游戏，那大游戏。那个美少女梦工厂。那也是大游戏，那也算大游戏。但是红白机那个走99合一那种，那一种。胖胖龙。哎，对对之类的。还有什么？炸弹超人。还有那个叫什么？魔术方块。哎。对，俄罗斯方块，俄罗斯方块，然后什么马戏团，啊，对对，就是99合一那一个，99合一，但是里面大概十几款嘛。可是有没有玩的都那几个，你都不觉得吗？因为好玩的就那些而已。对啊，真的是越野摩托车而已。对啊，摩托车也会玩。还有那个沙罗曼蛇啊，横向的那种射击游戏。贪吃蛇。战车世界。对。战车世界，对，越南大战。坦克啊。糖糖没有别麦啊。啊，没有，自己还问，哎，没呀，对。这些小游戏，不知道大家就是他们啊，我都聊天室的各位小孩们有没有感觉？应该是有吧，现在流行复古哎。不知道哎，不知道他们觉得怎么样。刚刚讲了老半天都没人讲超级玛丽。真的。因为超级玛丽就已经搬在这里了，还要讲。也是啦哈。这边就已经两个书了。他们要讲魂斗罗。魂斗罗。还要打秘技。雷电。上上下下左右左右。哦，他们可能是神奇宝贝哦。哦，我超爱玩。对啊，神奇宝贝也算，我们也有玩的。我们也有玩啊。还有什么？七打胶。小朋友，小朋友已经长蛮大，算很已经算比较后面的。对，新了。嗯，还有什么？啊，冒险岛。哦，冒险岛蛮好玩的。就是看到一个穿着热裤的那个男生嘛，然后丢斧头，丢斧头。可是我怎么破都走不到第四关。哎，真的哎，我好像第一关，有的时候第二关就会掉了。对对啊，我怎么样都没有。我记得蛮难的哎，我记得蛮难。我觉得他音速小子，好玩。小子就能滚，而且也很多种版本。还有想要什么？我那个时候是玩什么？洛克人，洛克人也算蛮原主的啦。对啊，然后还有，那其实热血高校，对，哦，热血系，苦尼奥，热血高校真的是好好玩。热血高校之后还有什么热血躲避球？哦，对，分很多系。对，什么热血？哎，热血有篮球吗？对，热血排球，我知道有那个躲避球。啊，还有皮卡丘打排球。对，有。电脑课的时候，老师在上面讲，在下面玩皮卡丘，真的，大家都有共同的回忆。问一下好了，糖糖每一次来都一定会有小游戏可以玩，这次也不外乎。那但是不知道复古的小游戏你有没有办法驾驭？要看他那个复古的小游戏是什么，如果是红白机那就 OK 啊。所以还要看，对啊，我们应该玩红白机的。对啊，红白机的话里面游戏几乎我们大家都玩过。对，真的哎。他今天没有红白机，而且没有啊，而且以前的游戏比较简单，没有像现在啊。可是也蛮难的，你要不同的操作方式。对啊，我是说，但是我们很熟悉。对，很熟悉。因为以前就是上下左右 A B 两个，对，这样子而已啊，不会像现在有一堆要按键要左右。L R 对啊。光这边就有四个键要按。对啊，前面也有让我。然后这边还要其他东西很多都来不及。对啊，可是没办法，因为现在游戏要多样化才有办法吸引。对，没错。哎呀，可是以前就是因为你选择不多。对啊。然后你就。你看 A 就可以跳 B 就加速，就从超级玛丽开始，然后一直延伸到什么魂斗罗什么之类的。但那时候人的欲望真的比较少，比较单纯。我觉得那时候还蛮好的。哎呀，因为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游戏就够多了。对。哎，九九合一很多哎。对。九九合一应该可以玩个两三年有没有？以前买那个泡泡龙卡带，我超级珍藏它的。哎，泡泡龙超。对啊，还是我妈带我去，然后柜子里面，我妈说只能买一个，然后我就买那个泡泡龙，然后我就还很小心翼翼的把它放在抽屉里面，还不跟我哥哥的卡带放在一起，因为我很你们两个还要分开哦。他的卡带很脏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就你就会觉得那个是我自己喜欢的卡带，你就会想要收藏，就要想要保留就对了。对啊，然后再来问一下那个可以分享一下以前玩游戏的感觉，比如说玩红白机一定要吹卡带啊，或者是玩不赢就要摔手把啊。威力脾气不一样，他竟然他的意思是我们都会这样做吗？怎么摔啊？才没有以前很珍惜，我没办法救你了，因为我也不会。以前连摔都不敢摔，只要任何就啊，这应该是你自己的宝物哎，大家都帮你保护。摔卡带是一定会摔，还有摔在下面就要擦卡带，不想说下面要摔干净。对呀，那个是。
是已经。可是后来人家才说那样不好。对，那样因为口水一直喷进去。对，喝久了会生锈啊。可是大家喷那么久都没事哎、欸。那就是一个态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其实一开始都是接触不良的问题、然后就是可能是有灰尘什么，你一当下吹那一下就是可以灰尘比较不会卡住，然后它就可以堵了。可是久了，因为你有口水会粘在上面。久了那个就是金手指就是金属了，久了又会生锈，所以常吹不好。而且很怀念每次要架那个手把的时候，就把它贴好。贴好，你是说那个钩钩跟那个卡夹都放进去哦？我会放进去。就有一间是专门玩游戏的，就放在那边、但是你家很有钱啊？不。你不要这样子讲人家好不好？你就是。电脑室那一类的、有一间小。可是妈妈不会叫你们收好吗？我妈都叫我收好、欸，收好不收好就不要玩了，以后都不要玩了。我都会自己好好的把它收好。对啊，还捆好、欸。可是放在那边，它也是好好的，不会乱动。没有，就是线啊，线没有把它收好啊，没有把它放，手把它放在手把的位置、啊。可能一开始有，可是玩到后面大家都懒了，然后就不会去收。堂堂你那种，堂堂你们家是不是就是电视，然后下面有柜子，你就直接放？没有哎、我记得那个时候是。放在其中一个没有在使用的小房间是隔出来的、然后就是大家玩一玩，然后回就是因为那是回到那种就是阿公家、所以就是大家玩一玩之后直接把它扔在那里，下次去的时候还是一样啊，是哦，就因为那一间没有其他人在用才可以这样子啊。你们以前都在客厅玩还是在房间？客厅啊，我们不在客厅玩，我也是在客厅玩，对、所以一定要收，不收就完蛋。对啊，妈妈都会生气、不收你平常不收踩过去啊，踩到没有控制器，我是自己会把它收好线，然后我不是这样卷哦，线是用折的哦，我是卷的，因为那时候大人就说线卷好像对那个时候就会这样讲了吗？我因为实际上那个是不能用卷的，我叔叔跟我讲的啊，真的、因为那时候我们，而且你叔叔可能做电器相关，对 对，他说啊这个不能这样卷呐、你要这样子收。因为我是很后来才知道说，包含即便是现在这种滑鼠也是一样啊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如果你们有 notebook 可能会带滑鼠，没有不能这样卷。因为那个久了这个就那个凹掉了、还有手把也是一样啊，不过现在还好，现在手把都无线的了。我还是蛮有线的我喜欢有线的，我也喜欢有线的。其实大家都会比较喜欢有线的、不方便，你要充电，你玩一玩没电了就很麻烦。对呀、对啊。好了，不管怎样，我们现在立刻马上进行玩游戏的阶段。玩游戏的派哦。比赛规则，每一场比赛各派代表出来，除非遇到二P 就两个人玩的游戏，不然都是派一个人上场。然后呢，比赛过程会胜负，你看又用第三人称了，威力来计分，威力来计分。最后在比赛总积分，输者要接受彩色笔弹额头，真的很狠。你可以跟我们讲什么叫彩色笔弹？可以拿一下彩色笔到底长什么样子吗？对啊，结果彩色笔上你还没有找到。结果拿出来那个彩色笔上面有倒钩这样子啊，就流血太恐怖了吧，做朱砂印啊，然后就红色一点这样。我觉得我们还屁呀、你那叫彩色笔，傻眼你拿个锤子出来，他拿那个木锤，真的是有够坏心，拿木锤你过来，我们是用你示范啊。好、不拿了吧，不行啊，我们会头破血流啊。对啊，玩个游戏有必要玩成头破血流的样子吗？你下礼拜就看不到同样的阵容来上场。对啊，不然这样好了，用手指弹额头啊，用手指弹额头，其实也是很痛、胀也很痛，胀也很痛，这样子啊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。有没有什么比较？他是玩这样子的，没有，因为这样子也很痛，超痛。你说这样子吗？先压着吗？不行，威力，你进来，我们示范看看。你进来，进来。唐唐你不会弹对不对？我不会彈。那你弹威力。你先这样，然后再这样。先这样，再这样。你这样踢他耳朵。没有，我示范这样给你看好了。可是其实我也是一个不太会弹的人。我很少，但是上次我弹，然后 Kid 说我弹超痛。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、有，我有看到那一次。应该是因为有指甲吧。来了 ，Take 哦。我听他的表一声哎。控吗？控吗？我刚刚应该放在他旁边。还好，他说还好，那换你。这样吗？等一下，我收个音。来了。他红红，马上红起来。因为你弹瞬间一定会红啊！你拍手拍一下，你也不用拉。看你，你会这样吗？这个我超不会的。这个超级多，那你会这样吗？你说这样子的，反正就是手贴额头，然后拉到最远，然后弹回去就对了。我不会耶。那你会啊？我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。你这样试看看。你可以试他吗？还好，手那边还好。我们大家都好弱。我选会啊。我很强哎。我觉得这样比较痛，这样应该比较还好。你说这样。那我们可不可以就这样？那我们就这样就好。
你知道我们彼此对彼此。对啊，可以啊。不要，你又没玩，你谈什么牌 啊？那你也要一起加入吗？要P五。好，那我们直接玩游戏呗。那我们要分两组哎，我们要怎么分啊？猜拳吗？好啊，来猜拳，猜拳吗？剪刀石头布，两手布。那我们就两个人刚好位置一样。那我们要用 pad 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所以大家，那我现在可以拔掉吗？不行，可以哈。那要充电。啊？是要玩？这是第一个游戏吗？你们可以选，那个是我们刚刚玩的。哦、啊。两个人玩一台。没有，除非他是两个人一起玩的，才会派出两个，帮我们。每个人一个，每个人轮流玩。那你选，你选，你选。可是我根本不知道。好怀念的画面。对啊。第一款是什么啊？可是他有没有中文解释一下？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游戏。应该是没有哦。Nintendo。威力他怎么上下？我按。按 B 哦。什么？按 B 是进去呢。对啊，骗人。哦，我们是玩这个关卡里面的。对，可以倒退。还有一跟二，一跟二是合集。没关系，按照这个好了。哦，是这个模式吗？哦，这个是这个呢。吃五十颗硬币。你要玩还是我玩，身体？你先玩，你玩了。这要怎么决胜负啊？就时间吧。是吗？对，它是右上角时间。哦，看谁解的最快。对，因为五十个硬币是结束嘛，所以就看到时候谁比较快。五十个硬币，他刚刚上面有写 ，coin 我就买。哎、欸，玩这个都哎，这不是隐藏吗？可是玩这个，可是它只是要你集金币而已，就不用去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然后其实你目标是要赶快把金币集到这样子。哎、欸，玩这个都阴影，好像有孔明传的感觉。因为大家会被 maker 对啊 ，maker 很那个啊。现在六个杰林，可是他又没有很前面又没有很多个，有你没有进去那个地下道 啊？对吼，啊、对吼，我要走回去了，他都忘记了没有？对啊，他没有存在感太仔细了，因为以前大家都不会去那边啊，会觉得好像没什么那个，因为会漏掉一个花吧，我记得。可是我觉得那这应该不会下去，这里是出来的地方，后面就都没有了，你就只能老老实实的吃了。哎、欸，我要那个了嘞！哎、欸，还有时间啊！所以你要到下一关再。你到下一关，可以到下一关是？他那个我以为要结束了。右边有时间，右边有时间，玩六分钟。哎、欸，他有限时间呢，所以你剩四分多钟。不是可以玩，其实可以玩其他关卡，还有其他游戏。啊，其他游戏是什么？就是比如说大金刚啊。那我们要不要回去啊？可以。什么？暂停，按加哦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他没有暂停，应该是按回去那一个吧。他还在倒数。对对。按下面那个是？按退出。退出。退出那是 B， 然后第几个？哪一个？第一个吗？第一个是游戏开始。对，第一个。对，第一个。第一个才有的选，我记得。哦哦，要哪一个？左边还是右边？你按到 B 了，你按 A。左边是第一代，右边是二代。要选二代。哎、欸，然后再按 A， 哎，哎，哦，就应该就有游戏可以选，哦哦，那个医生，还有医生，啊，原来我玩的是看医生游戏，这是一个胶囊让你掉下来，哎，这是几个可以玩啊？卡比，坏利欧的森林。Remix 吗？那选哪一个才好啊？不然选 Remix 啊。一代还有别的游戏？那玩这是二吗？这是二。那我选一好了，我们想看别的游戏。那选一哦，啊也可以的。再回去对不对？对，按 B。然后选左边那 A 的。对，左边那个。Yes。这好可爱哦！那巴比特的感觉，对我喜欢。应该说这是不会退游戏。玩这个嘞，你们说 remix 吗？旁边还有别的，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有气球哎、欸，这个哎、欸，水管工人。
玩 remix 的自己跳啊。好好好好好。哎、欸，我先吗？你先啊，我一直打到你。真的是那个，啊，你不能被他碰，你不能被他碰到，他会那个会突然跳出就消失。金刚要切左边吧，啊、哦，好怀念哦。快走快走快走，我忘记地图哦。好可爱哦，以前看不觉得他可爱。你要等念等念等等念，怀念，跳跳跳跳跳。我要吃东西嘛！啊！哦，还好，那个不会这样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快快快快！哎，跳来有分数。好怀念哦，天哪！啊！密斯，还有两条命。哎、欸，我这款完全没什么太大印象哎。应该是很少玩呐、啊，跳。你知道以前的第一个电子竞技比赛项目就是这一个吗？真的假的？这个是电子竞技比赛。对，这个就是那个人家说。那个跑太快了吧？就比这个的时间呢，过关时间。哦。他过关时间。啊！有没有看到吗？没在。焦点吗？哎，哦，所以是分数。倒数。我那时候看到介绍的时候，我很惊讶，说1970年的大金刚。我跳，我跳。你没有看到他从你的屁股那边？有啊，哎。哦。哎，你刚没有按？有啊。还是我，他有那个硬纸，我按太慢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一切差点。好像中风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就硬要，明明就硬要，中风的大金刚，硬要在那里跳。哎呦，跳得不错，很会。哎，可是他那个越来越快，哎，你看到上面那个，在上面那个超快。我等那个蓝色的，等一下。哎，说实在，以前游戏真的难度比较高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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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没到，没到。我没吃到，哎，算了。不用吃了，目的地只是要过关而已。啊。我等那个蓝色的。哦。跳跳。哎，真的？居然有的爬哎！啊，要上面有的爬哎！我刚没看到哎，一点没注意到，对啊，都莫名其妙爬上去了。太久了，都忘了上面有一个那个。哎，说58秒换你们，然后43、44。要帮威力帮忙记一下。58、44颗星。Cindy 是58秒，然后他们就两。星是我们的。好，星是什么？星是我们破的哦。因为星星是他们之前破的。好，换糖糖啦。所以不用吃东西吗？哎、欸，怎么还是这一关？我按就比同一个、啊。对，比同一个、啊。哦，比同一个。然后下一个再比别的。好。哎呦！哎、欸，好队友不错哎。哎、欸，我很久没玩了哎、欸，还是吃嘛，反正我们刚刚也是在示范给他们看。其实第一个比较吃亏嘛。对，第一个比较吃亏。等一下我们就相反就好了。哎呀、啊，等一下先后顺序调整一下就好了。不过糖糖真的蛮厉害的。喂喂喂！喂！哎呦！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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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
叮叮叮叮叮叮，还有敲钟，38秒，哇塞，厉害厉害，还会多关卡。那你那、哦、是吗？那换你选一关。哦，我再选一关。好，所以他选关卡在哪里啊？就往旁边移就好了。哦，是往旁边还是往下？哦，不是往上下耶。你上下旁边都可以啊，不一定要玩这个 remix 的啊。对啊，你也可以选。你可以往旁边啊。OK， 我觉得 remix 不错。对。那就继续吧，老来玩。过敏哦。哦，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个。喜欢这个敲。就嘣一下哎。好，我要吃完全部的硬币。这是怎样？它有两只。它就哦，就是它跟你另外一只会跟你做一样的事情啊。哦。哎。哎，为什么我过不去啊？哎，为什么 miss 了？什么意思？15秒，只有15秒。好快哦，快一点。
好难哦，这个。你在干嘛、啊？好难哦！这一颗是好难哦。哦，是要这样子。哦，过头了。啊！再继续。很难控制哎。好难哦，这个你为什么挑出这么难？啊！所以建议你要玩这个。这好难哦。好难哦。这好北难哦。对对 ，remix 它原本不是只有，原本不是两个，它原本只有一个。对，原本只有一个。对。是不是？感觉杰林比较厉害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可以跑那么快？他一直冲的。哎呦！哦。哎呦！找完了，完了，面子挂不住了。啊 ，miss 掉。因为他只有15秒。15秒太难了吧？太短了。而且那个power撞下去也不会吃金币。对，也不会掉。放好看的，应该就是其中一个要就是放生它，然后只专注看一个。嗯，我都只专注看一个。其实都也只能只专注看一个，同时看两个有点难。因为他自己本身会一直跑，你知道吗？好难。对啊对啊，他自己会跑。他能控吗？他有那个韧僵直还是韧性？我不知道那个有个词。韧性。不行啊，那个韧性真的太难了。哦对啊，看电视有一点点延迟，对啊。他是不是要又要换一个游戏嘛？对。这关没有输赢可选。好，那换下一个。换谁？你给你选，选你自己想要的。看你要右边还是下面？这是什么大金刚？这是最传统的大金刚。我要这个。这个啊，这个好好玩。我要这个吗？这是越野车吗？我也看不太到。是，我记得是。是啊，是摩托车，摩托车。好怀念这个的音乐哦。超怀念的啊！我慢慢走错路。这只要前后前后吗？哎，它过热过热，好继续。哎，我下面有那个，我玩的是这个吗？飞。哦。哇，时间到。哎，是没过的意思吗？对。哦。35秒之间要过。上。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翘孤轮。怎么翘？我也忘记了。我也忘了。啊？要看光速。好，没关系，算了。呜呼！哦，这么刚好。倒数6秒。19秒7，换糖糖。所以糖糖有看出那个怎么玩吗？没有。他应该就是往后，他会这样子。你就按 B 加速。按 B 加速。对，可是他刚说那个往后会过热，我没有试，你看你要不要试看看。我记得以前有那个吗？会过热的那个东西，我没有印象哎。对，我也没印象。我记得不就一直冲吗？我也记得我是一直冲啊。对啊。我也。还是说它正版的，像以前我们玩的是盗版的。我们以前还正版的好吗？是吗？以前那时候很少盗版的吧，就不太懂啊。哦，也是哦，19秒。倒数4秒。你有记忆糖糖哦，20秒。他刚好比较快。对，刚刚 Sandy 好像18。快2秒。嗯。快下一关，好快哦，怎么那么快？这一关，这一关，因为他就只是，因为他其实分好几关啊，他是这样子啊，他是这样。那你看你要不要，你选啊？我还是选一下好了。我要选大金刚。嗯，大金刚哦，我超少玩大金刚，因为我觉得他好，小时候觉得他长得好丑。不会啊。哎，我人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可是我没玩过这个呢，是有这个是要怎么玩啊？哎，等一下这是怎么玩啊？我还在研究。不然卢比可以先玩一次，打在那个、啊。为什么死掉、啊？他圈起来的那个是怎样？把他敲死。敲死？怎么敲？他拿他的棍子，那个火是蓝色的。哦。棍子是。哦哦。哦。这样就过了。那你刚。啊，他每一关的条件都不一样。啊这样就死了。啊不能从那边。哦。好这边有，这边有，啊、就不能掉下去。啊、哦，要走楼梯 ，OK。可不好一关呢、啊，我们这关各种大家玩的莫名其妙。这关是跳过那个火焰。没命，没命了，哎、欸，这很难呢，还是
你自己选的。我每周选那种奇奇怪怪游戏。我不知道，原本看起来应该很熟悉的东西。其实它就是改变玩法了。时间到。喂，才十秒哎。搞屁哦！这也是拿锤子吗？这应该是跳过那个火焰，直接跳过。哦，哎，我过了哎，没有没过。哦 no， 逃避过哟。哦，跳过火焰什么？他哪里有写跳过、啊？啥地有火焰、啊？火焰就是那个橘色的。哦，就这个哦。它上面有这个叫火焰。哪里？就是那个橘色的，就是火焰，跳过它。跳过去就好了。不用拿锤打它、哦，跳它就好。直接从它头上跳过去就对了。对。好，最后一滴啊！小一名，小一名，直接跳！哇，下风景！我按到了 ，sorry。没关系，按那个 start 跳出去 ，end。哎，好，换 Sandy 跳一个。哇，1983哎，你看多久了？这是什么？还没出生。1983，我也还没出生。我也还没出生。都还没出生。哎、欸，我也还沒出生。哎、欸，我看。欸、这好小哦，这是什么啊？为什么都没有？就是那个啊，吹气球啊，没有坦克啊，有两个气球，然后一个嘴巴、那个，马戏团那些的。对啊，怎么没有买？那些才是最经典的吧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抱歉，我们觉得看起来都很像。所以你要在摩托车也可以啊。你说这个是气球啊，就是有一只鸟，然后会吹两个气球这样子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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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耳熟。是不是帮我玩玛丽，这个不是那个雪人那个吗？不是，那是雪人兄弟。哦，无敌玛丽奥七什么啊哥？哦，干掉七个怪兽，干掉七个怪兽，然后干掉七个怪物，不是怪兽。还有一个，时间内要完成哦，六秒。啊、哦，不是六秒。啊，没了，好紧张，哪里有七只啊？一直冲！你要按 B 加速啊，按 B 加速。哎、欸，我不应该提示你。咦？咦嘿？6秒，那不是六秒，那是。哦。哎、欸，那不然几秒？他是等那个音乐没了就没了。啊！冲啊！身体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跳不起来了！哇！跳不起来！超好！这比中孔明砖的感觉还要惨，你知道吗？这好刺激啊！对，我刚才崩溃。好，看看糖糖能不能过。相信队友。哦，这也是。对啊。这也是后玩的比较有力气。哦。一次过。然后再来。这次是要打15只，第一只漏掉了。啊！这好紧张哦。是不是？诶。但是也要小心哦，不能掉了。对啊。哦，慢下来了，糖糖。哦，已经干掉11只乌龟了，13、14，还有一只，哎。哎、欸 OK ，厉害。14只，它变少，可是这一关应该比较。哦。哦。哦，死给。啊！刚讲完。那要助跑有点麻烦。对，这边要助跑。喂、欸。喂、欸、喂、欸欸啊、哇！给我吧，还有吗？我要继续吗？还是换一个？换一个啊！还是哦，那在这个，那卢比跟那个杰利，看你们要玩这个，还是你刚说那什么鸟？哦，气球啊！杰利，你要不要玩气球？气球我没有玩过，你玩玩看啊，我看一下是什么。好。你要确定是你知道那种？我知道那个气球，可是我知道我也不见得玩得好。哎、欸，我完全没玩过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玩过，哎、欸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样子，对啊。哦。把敌人的气球弄掉就对了。嗯。这个有玩过。是。开始会越来越难。不要被他戳到就对了。他会戳你。哎、欸，对。哦，你完成了。好，苦力呀！11秒。11秒。有玩过就不一样。真的有玩过就不一样。以前为什么玩这种游戏会很开心？哎、欸，对对对，以前玩这个会玩得很入迷哎。对，明明就是还好啊。没有，然后后面会比较难啊。哇，
好碰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一个反弹呢，一颗星，一颗星。啊！啊！啊哈，远走远了，啊，雷电电到你会少一颗哦。还有一次，剩30秒。接近几秒？二三，比你久啊，你玩过不一样啊。好，换身体。那我们，威力，我们还要再玩吗？现在平手，所以要再决胜负，就靠身体跟他。为什么？反正我们平手，平手就都谈你啊，四个人都谈你。对啊，我们玩那么多场还平手。对啊。你过来跟我们谈嘛。平手啊。对啊，所以太神奇，那过来跟我们谈啊。就不用谈了，就自己惩罚。对啊，太神奇，你跟我们谈啊。真的假的？你以为我们开玩笑吗？我救不了你啊，这一次我没办法救你啊。你也谈一下来啊。我们很认真哦。来，我们刚玩几场啊？五场、四场吧？是不是因为四场或六场？因为我们都两个玩过。哦，对啊，我们玩那么多还平手哎。哎，我们刚刚是都玩一代是不是？对。哦，所以我们二代还没玩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们没有玩，我们要谈你。对，我们要谈你。糟糕，我救不了你，我本来想帮你找个台阶。那卢比先谈好了，好，我先谈，我先。还有到吗？我用这一支好了。一二三，好烂哦！没谈到，你在摸他吗？没谈到，我没谈到，我没谈到。好，换糖糖。用这样弹比较稳呐，这样吗？可是我记得以前这样子很痛，可是要会的人才会，因为像我就是一个死，对啊，我超是一个不会的人。哦，我好像抓感觉哦，没有放在别人额头的时候感觉。等一下，我帮他收个音。我应该弹不出声音。我用收音啦。一二三。没声音。对啊，我弹不出声音来。我来了。这两个应该比较厉害。你不知道收音吗？好，来。一二。哦吼！我听到了。好痛哦！的声音真的。我还要挑战这个，我以前这个很厉害。哦吼！你们都好用力哦！你们都好用力哦！你们真的是积怨已久哎。表情好梗。我觉得下礼拜我们计划就换人了。超红的哎，好啦，啊，接下来我们是要进广告吗？还是要继续聊天？好啦，他聊天，他现在没有办法说要进广告了，快跟我进广告。好啦，我们休息20分钟，等一下回来，我们要很厉害哦，我们会有两个画面，一个是要玩崛起，然后一个玩的是抑郁。对，4 out 4，对，给大家看，一成余生。好啊，那我们呢休息20分钟，马上回来。